地的原乡国乐团，要带来很多首好听丰富的传统国乐表演。第一首歌曲要献给大家，《繁花》，掌声鼓励，来，重赏。之前还是要请已经来到现场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哦，先到服务台做一个签到的动作，同时接受我们工作人员引导来就座。来，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是为大家来介绍，在2008年获得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，是周杰伦的代表作品《青花瓷》。我们邀请大家一块来感受国乐的悠扬。
词，献给大家。紧接着也为大家送上这首非常有我们中国风意涵的一首歌曲，同时也是知名的手机游戏手游的主题曲《缘尽世间》，让我们再次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。